好，就像刚刚您看到的，香茅果汁是以榨取果肉为主，不过原汁销售不太理想。后来爱喝手摇饮料的邱志雄表示，与年轻人爱喝的红茶、绿茶、蜂蜜加工调配成为健康的手摇饮，接受度也比较高，所以现在每个月都会有外县市的订单，不仅可以解渴，还是健康好喝的饮品。一瓶一瓶的果汁里面，有些颜色偏黄，有些颜色偏红或绿。这是来自卓溪乡山里部落的山里香茅，老板自己调配的好喝又健康的饮品。当初是说纯原汁卖给人家，结果效益不好，很多人都太酸了。结果呢，今年我就改了，做成饮料。嘿，没想到做成饮料之后，很多网络的人、朋友的人就一直陆续订购，尤其是秀林乡的，已经突破了1400到1700瓶了。香茅原汁以榨取果肉为主，不过原汁销售不太理想。后来爱喝手摇饮料的邱志雄说，与年轻人爱喝的红茶、绿茶、蜂蜜加工调配成为健康手摇饮，接受度也比较高。就是纯原汁，100%纯原汁。那红茶呢？红茶比较特殊，因为它是茶包，哦，加蜂蜜25cc。那女孩子最喜欢喝红茶，嘿，然后男孩子比较喜欢喝蜂蜜。现在每个月都会有外县市的订单，不仅可以解渴，还是健康好喝的饮品。邱志雄说，因为目前卓溪乡种植产量少，推销起来也受到挑战，但是好的东西他会一直推广下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卓溪乡也有种植台湾香茅。记者高双双、张明泰，卓溪乡采访报道。